随便，你敢的，灵感啊，感觉灵感哦 ，OK OK， 对啊，好，那他坐这，坐上家，好，坐，来，这是我们两个的，这椅子可以直接贴标签给我，怎么分？奶哥就坐这好，坐你对面，好，我坐这，你敢看我吗？他可以放两个位置，对啊，来，15万的10万，开门，哟。看四家牌，小饼的牌，我银色立姑，我看你做梦都会笑了。现在要拼15万，25万三六饼，进张可要靠自己喽。10万块可不少，小饼弱归弱，手气却很好。要想安全守奖金，25万可别抢输人喽。蓝至尊这牌机会大，虽然对家叫你干爹，你可不要心软啊。白皮等来碰，69万会是你的吗？赵三贝啊，赵三贝，现在背的可是15万，你责任重大，可别随便喂，用你的杀气吓吓下家吧。好，西风，你排到哪里去了？东风，走。当上至尊都是靠气势赢人，人就是自信。饼，5万，你们放过来点啊，25000，还有25000。如果他们放炮的话是16600，三饼，四中，拿个棉被，你看，太冷。
万三，猪脚。七，好不好？好，你都剩四张了。对啊，二万。抽奖还没替你抽，都好烂，都一直失踪动啊。二锁。三条，啊，小饼啊小饼，咱们天王天后都听牌了，可别拆错搭子放炮喽。三饼，为什么一直要三饼啊？你为什么？我给你个下一家好不好？他真的会给你救？你可以吗？可不。哎呦妈呀！我真的是王家真快要中风了啦！看得出来，跳舞。九饼，碰，怎么样？哦，吓死我了！没有，没有，他碰了。不要怕了，冲了。好。对，就把它放进去。最有钱了吧？三饼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八组。才八九。他很差，一二四，二四条。为什么要一直喊三？三万。哎呀！为什么给他？二万。怎么可能没有？对呀，所以很莫名其妙啊。对呀，手气手气。哇塞，听哦，三饼，听哦听哦，各位。哇塞。九饼。他在干嘛？啊？没有，宝妈看不下去。不能这样讲。麻将很难讲，还有他的逻辑。啊 ！Oh my god！ 来 ，OK。太少了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怎么那么多五条？放鞭炮！真的？来给我五千！碰碰五支哥！哇塞！我也是七。我知道，我刚而且我一打出去我就后悔了，我好想转呢，我就没有办法转。我一打出去我就后悔了，我没看清楚。哎，就是这个了，打乱了。对啊，他打二万，他跟着小乔打二万。对啊，我打二万，然后好了，对啊，八饼，对啊，小刘，我也听七的。他太没听啊，哪里听？是没有听，但是这样子会比较美啊，这样子会比较美。对，我也听七七。什么叫美？来拍照留念，各位。哇！自摸哎，你口你口自摸哎，哎，我突然觉得七饼七条他们两个人呢，套得死死的，还有七万三七大了，来，恭喜两万五获胜啊！